大家今天傍晚的时候应该都有遇到地震。地震有。对，嗯。大家记不记得2016年2月6号发生什么事情？台南大地震。对。对。2018年2月6号发生什么事情？花莲大地震。哦，对耶。今天2月7号。哦，那没那么大了，所以正常能量是。前几天有各种新竹地震，说什么从八次什么几次地震，很可怕。我觉得这样反而好，表示我们可能因为这样能量释放，闪掉一次大地震。哦，这样。所以，但是好像台湾这几年就是每年在过年前后这段期间，可能就会有一些地震的状况，大家也不要太担心了。嗯，反正震一震。不过今天地震很怪，我这辈子第一次感觉到，它一开始感觉不像是地震，因为它是一直抖动的。对。你看这样抖动的，然后才突然之间开始摇晃，这个蛮怪的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能量释放掉就好，大家平安就好。那讲到高雄市长这个东西，当然陈其迈现在虽然我并不觉得他做得很好，他也很多地方让人家其实批评蛮多的。可是现在要去撼动他在高雄的地位，老实讲是很困难的。到底为什么啊？高雄人是真的觉得？麦麦好棒，不是真的这样觉得。其实不是，因为他是民进党，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。这太奇怪了。其实本来陈菊、谢长廷这20年搞下来，高雄民众其实对民进党已经有点反感，那所以才会让韩国瑜上。但是呢，韩国瑜上来之后，因为他去选个总统，然后被大家操作成啊什么绕跑啊什么乱七八糟，所以让大家对这些能够改变高雄的力量又很失望。所以又重新回去选择民进党，那这也没办法，这是高雄市民的选择。那只是说，对这次的灯会，其实我有蛮多意见的。你先弄那个空气人，对创意有的时候是不错，当然我不是学艺术的，所以我对他那个创意，他们可能艺术家有各种想法。可是你现在又准备要开放核食，你是那个人又躺在地上，你是在预言说我们吃了核食之后大家都躺在那裡，真的超奇怪啊！那个灯、啊，我是没有看过主，有没有人去看过实体啊？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到底是什麼鬼、啊？很大一个25公尺长的一个气球人啊，然后就是格列佛嘛。对，他的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很什么人很多像空气一样，有的时候不一定被人家看到啊，什么什么啊？其实什么奇怪的？其实我说真的啦，啊，台湾对日本不就是这样吗？需要台湾的时候你才看得见台湾啊。不需要台湾的时候，你就把它踢到一边去啊，不就这样吗？没错。所以这个也算不算切题？我觉得也算蛮切题的。这个所谓的装置艺术，我也不知道。嗯。但我对另外一个东西更有意见，就是他的轻轨，他把它整个找了一个德国来的团队，然后把它外面弄的哇很漂亮，说是用什么特新的技术，结果呢，轻轨是要干什么？轻轨就是慢慢走，让你去观光。轻轨其实不是交通工具、欸。嗯。它是观光列车嘛，对，它就速度很慢，然后慢慢走，让你可以看风景，所以它的窗户都特别大。嗯，然后你把它全部关起来。他把轻轨的封住啊，窗户都封了，全部封住啊。那你知道吗？那你叫那些观光客到底去做什么？那个是让在外面看那个列车过去的好看，在里头就跟撒柱子一样，大家大眼瞪小眼，那就是这样子而已啊。哦，原来是我可以透过那个。大面积窗户欣赏外面的风景。是啊，本来目的是这样，这样顺便看一看高雄嘛，怎样？什么博山特区啊，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。那结果他现在为了他的这个灯会，把窗户给封了，完全封住。啊，是厉害。你知道坐在里头的那种压迫感，大概就很强了、啊，不知道被关在什么仓库里头还是怎么样。铁棺材的感觉，很、啊、莫名其妙，我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一个天才想出来的一个设计、嗯。那是，你如果说。捷运也就算，因为捷运真的是交通工具，大家也没什么心情去看什么风景，赶快就到目的地也就算。然后你把轻轨本来是交通工具的东西，不是观光工具的东西，你用成这样，然后人家去问高捷还说什么？高捷说啊，没关系啊，如果不习惯，下一站下车就好。你神经病！所以他就常常做这种奇怪的事情，包括这次防疫也是一样。他一方面非常雷厉风行哦，一个社区出了什么东西，我把整个社区清空，全部丢到管理馆去，让你们一起中。对，很多没事的丢进去，然后确诊了、啊，反而中了。然后呢，把那个社区清空之后呢，又找个警察在里面守着，好像如临大敌一样、哦。有照片。对啊。哦，这个路口封起来、哦、啊，警察站路口，好像不知道怎么样。那里头不是都没人了吗？你封在那边干嘛？如果你是守望相助亭，我是很感谢。你找的那个做那种样板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跟北韩一样。你们不是一直平常在笑大陆啊，不人道，不不
不文明哦，专制哦，独裁哦，把人民这样，哪有人这样防疫的？结果高雄不是做比大陆还夸张？嗯，那、啊、结果呢？结果你们又一副好棒棒。然后更奇怪的就是，与此同时，他在这么雷厉风行防疫的时候，然后他在办灯会，对，这不是更奇怪的？就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，就莫名其妙啊，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、啊。如果你真的觉得疫情很危险，应该是高雄市长主动告诉大家说。抱歉，因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那为了大家的健康，今年灯会我们可能停办一次。嗯，或者是说，希望大家尽量不要来高雄，这阵子大家互相忍耐一下。或许等到疫情过去之后，我们再整一个时间。谁规定灯会一定要元宵节办？我可以另外弄一个、啊嗯，我高雄搞不好就此发生一个特别不同的一个灯会。哎，高雄自己的灯会是、啊，为什么不行？打狗灯会对、啊、怎么样？我把预算留下来，可能等到五六月疫情缓解之后，我再来办，到时候大家再来嘛。嗯，为什么不行？那你非要这样办，叫所有人都去，然后你明知道高雄疫情很严重，那你要叫所有人都来，你是打算叫所有人把这疫情带回中北部，意思是这样吗？不然的话我想不出来你什么意思啊。嗯，你这样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所以一方面雷厉风行，另外一方面又拼命推销观光，拼命要推销高雄繁荣，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们这种矛盾的作业到底在干嘛。然后更奇怪的就是防疫者的声音都不管。对，高雄怎么干？他说高雄很严格，陈时中也觉得很棒。高雄很松散，也很棒。高雄出包，好像也没关系，就是这样、啊，完全的、欸，完全的、欸。大家记不记得去年五月的时候，双北是怎么被屌的？每天被刁、哦。你弄紧的话，你看，不听中央指挥，你们就强要升级，造成大家生活不便。然后如果你不赶快升级啊，不赶快去那个筛检啊，你看，叫你去做的不去做，现在出事了吧？摆烂，对啊，你看你摆烂，害死这个台北人。不管怎么做都有事啊。那问题是高雄现在最妙的是，他同时采取两种相反的做法，嗯，然后没有人要讲话，就一手毒药一手解药。对啊，我不知道这是干嘛，我搞不清楚，有点莫名其妙。难怪今天柯文哲也很堵然的，他说不管怎么样，如果台北没什么问题，下礼拜我们就开始逐步解封。对。他就直接讲，因为今天这个说继续嘛，是啊，说这个二级警戒从二月七号今天开始继续在两个礼拜嘛，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觉得，因为中央也莫名其妙不知道在干嘛嘛，那所以你说柯文哲会这么样讲，也难怪他会这样说。嗯，但是问题来了，问题是现在有人去操作这个，柯文哲如果去选高雄市长会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我觉得很有趣哦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罗志仁跟柯文哲 VS 的话，我还希望柯文哲去高雄。我更希望看到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啦，这都是讨论啦，我没有说一定、嗯，但我更希望看到柯文哲去高雄去弄，我看选不上怎么样去弄一下陈其迈，我觉得也很过瘾啊。我是觉得柯文哲应该是不会去啦，嗯，因为不要轻用其锋嘛、嗯，因为他也不是真的想做高雄市长的，而且说真的，高雄市是非常难选的一个地方，嗯、对他来讲真的是。上次大家不要忘记哦，上一次补选的时候，他们民众党不是没推人哦，哦，不是推了一个吴什么的吗？也是市议员，吴、欸、什么名是不是？就是跟那个李梅珍竞争的那个吴怡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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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對。结果也是不行啊，在那边民众党的支持度没有想象中高。这些人不能承袭柯文哲的支持度，但柯文哲自己去搞不好，我相信柯文哲去绝对比那个吴怡正好，但是能够好多少，这当然是一个问题啊。是啦，那柯文哲这么聪明的人，他应该也不太敢去冒这种险。人家要选2024，对啊，你现在2022，万一不小心选上了怎么办？不是变成韩国瑜了？对啊，选上又来一次，对不对？白板韩国瑜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你从各种迹象去看，柯文哲应该是不会去选这个东西啊。嗯。可是罗志强呢？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有可能。大家知道，因为罗志强他自己本来是选过高雄市议员。嗯，因为他最早就在高雄那边出来了，嗯，但高雄市议员他没选上，然后没选上，后来他去就是逐渐接近马英九的团队，然后就被带进去嘛，对，然后一路跟马英九走得很近，然后一路被拉拔到秘书长，副秘书长。副秘书长。那当时他当副秘书长的时候，其实党内意见是很多的，嗯，很多人就觉得他很像罗文嘉、马永成啊，他们那种童子军，少年帮，对啊，童子军，嘿，就是这样的。当时其实是很多人非常多意见。那当然，邱毅委员他就爆了这个料，他就说呢，当年马王战争的时候呢，是周玉蔻，因为他急于想要接近马英九的核心。你看这个人，
但一点有病，一点都不奇怪。我也跟大家报一个小小料。两千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本来没有人看好阿扁会当选。嗯，那时候很多人押宝，其实媒体界很多人押宝就宋楚瑜。你知道那天宋楚瑜落选，我当时在就是某新闻媒体，我好几个同事当然哭了。我真的没骗你，哭了，哭，真的哭，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宋楚瑜。嗯，那当时呢，连周玉蔻都认为应该是宋楚瑜当选，反正没有人会想到是陈水扁。嗯，因为要不然就认为说传统上就是连战会当选，嗯，要不然就是宋楚瑜，就没想到是陈水扁。周玉蔻慌了，因为他押宝押在宋楚瑜身上吗？不是押宝，而是他这辈子没有跑过民进党，民进党民进党他几乎不认识啊，以后弄不到资源了怎么办？是，所以呢，他那个时候一下糗了，那怎么办？那以后怎么跑新闻啊？嗯，所有东西都不知道。然后就找了当时我们媒体头唯一一个跟民进党熟悉的那个人，那个人叫谁？那个人现在也活跃在媒体界，叫中年晃。哦，他找了他，找了他之后呢，赶快去跟，因为他跟阿扁阿珍他们熟嘛，嗯，就赶快去找他，然后就开始呢，用我们媒体的名义帮他们出书。那时候不是突然之间 ，TVBS 就帮吴淑珍出书了，嗯。什么剑芒花的春天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啊？不是阿扁与阿珍吗？阿扁与阿珍后来拍的那个连续剧啊，嗯，好像是那样，反正就是这样。然后马上借由这个出书的方式，赶快跟他接近，然后才开始透过中联网的引介，才慢慢开始跟民进党比较熟。那这不好吗？我觉得也还好，无可厚非嘛。我们媒体人本来就是这样，大家都是透过关系想办法去得到新闻管道。嗯，这个我觉得 OK 合理，正确的做法。然后我觉得到了2012、2013年的时候，其实他也是想要这样子，用同样的方式。嗯，那当时他找谁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周姐，因为他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东西，已经国民党有些人已经对他很感冒。然后那时候大家都知道马王之间不是很合。嗯，所以呢？他就想说，那这时候去找谁最好？这是邱毅委员爆料，嗯，然后去找罗志成、罗志强、罗志强，嗯，想说找罗志强的话，因为罗志强跟国民党传统派这些也没有在一起，嗯，所以他想说透过他的关系的话，第一个他对他比较不会排斥，哎，他们在节目上会遇到，嗯，你知道，所以呢，哎，透过他的关系看是不是能够接近马核心，马核心，那甚至啊，当然这是邱毅委员讲的，说他还毛遂自荐，说我可以帮你修理王金平，嗯，那。罗志祥就说：“哦，好啊。”老蒋，罗志祥有没有这样说？我是不知道。大哥就觉得可以配合啦，哦，也许可以配合啦。我是觉得当时对罗志祥来讲，因为他是副秘书长嘛，嗯，你媒体人愿意跟我见面碰面，我拉笼络一下媒体的关系，这很正常啊，很正常啊。对啊，嗯，那你要不要去修理王金平？那是你的事啊，我也管不着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正常的情况下，罗志祥应该不会叫你去修理王金平，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啊。这个我可以，我个人是这样认为，百分之百跟大家保证，因为他是国民党的人，他又是总统府的副秘书长，他通常应该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会当个和事佬之类的，就是说啊，也不要这样子啊，也不要太去攻击他了。要不然你去跟这个王金平沟通一下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其实大家都是自己人。通常正常的讲法应该是这样，那当然邱毅委员是不是有他独家的料，我就不知道，这个我就不晓得。我觉得他完全是唬烂的，你说谁？邱毅？邱毅，对啊，他完全在唬烂。因为我你讲讲，你讲讲，你讲讲。因为我不太相信，嗯，以罗志强的个性，他不会这么见猎心喜。而且当时我也必须说了，所有人对 Coco 姐已经有防心了啦。我讲实在话，防得凶啊！我跟你讲，他们有推给另外一个人去跟他负责接触啊，大家不想推。因为当时。说真的，因为很多媒体人已经觉得说，有的时候在Coco姐面前讲话要保留一点。嗯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闲聊的时候根本就是胡烂的，你知道？对，就我们在开玩笑的，他可能就拿到节目上去讲。哎，对，还是他的独家。现在还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哎，现在也不止他这样，还有很多人这样，我要不要跟他讲？开始讲，讲到十二点都讲不完，好不好？我想听，讲讲讲讲，还有谁？我要听。所以没关系，待会让赵长慢慢讲。我就觉得啊，所以邱毅委员这个爆料，我本身是有点存疑的。嗯，我觉得他大概也是有点听到某一些传言啊，大概是这样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们两个之间认识是绝对认识。可是后来两个人其实是非常激烈，就是佑贞一开始讲的，
因为那时候周玉蔻接近不了马核心之后，就由爱生恨。哦，他常常由爱生恨，他经常会这样子。我既然接近不了你，那我就弄你。我爱不到你，我就要毁了你。那当时他就，大家应该都记得很清楚，就是顶新案嘛，就顶新魏家案，他仅有说罗志强牵线，因为那时候罗志强曾经去过顶新魏家老家、啊。嗯。然后就抓了这一个所谓的线索，还说他另外有一个爆料的人，然后呢就说罗志强在中间牵线收了100万，嗯，然后呢让马英九拿了2亿，嗯，然后还说他有证人可以出庭去讲，那他们两个当年还很轰动的，为这件事情上华视当面辩论，对，吵得非常激烈，那一次是蛮轰动的，但是也没有下文，但没有下文的是，你要知道台湾的媒体就是这样，除非你有明确的证据，嗯。当没有下文的时候，被指控那个要倒霉啊！对，通常是这样。奇怪，就是即使对方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哦，你只要不能证明你是清白的，对，你那你就是有，那你就是有问题。哎，对，就是、这样。台湾的这不是法律，台湾的媒体逻辑是这样，你没有办法证明，就严宽恒前一阵子不也是这样吗？对，对啊，就是人家一直攻击他，哦，就是这样，就结束了。所以当时罗志强真的被害得很惨。对。他那时候也因为这样子，跟马英九的面闹翻了。讲实在话，就是有彼此有点心里有疙瘩了。对，有疙瘩。后来他就离开了嘛，离开了沉潜了一阵子啊。那一阵子我听说他还颇茫然的，他很大一部分时间就是写书，是、哦、然后筹备他的这个脸书，然后出国哦去当访问学者，就把这个太太跟小孩都带出国啊、哦。他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过生活了。但后来蛮辛苦的，他那是蛮辛苦的，也是因为周玉蔻这样子，然后结果到了，你知道后来周玉蔻居然又想找他出来上节目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这我还真不知道，你还真有脸啊！因为他要去把那个火车出轨那个事件啊，怪在马英九身上哦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是这个逻辑啊，所以他就要找罗志强来当来宾。然后先找了他助理跟罗志强讲，罗志强不神经病，我为什么上你节目？当然神经病。对啊，而且明知道你大概一定要弄我，还去上。然后结果呢，他助理沟通几次不行，他亲自打哦，还好声好气打、啊，还真有脸啊。对啊，然后后来罗志强就在脸书上留了16字真言，大家自己去脸书上找，就是表示我这辈子天堂地狱都不要跟你见面了，就是这样，我不可能会去上你的节目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我觉得也因为周姐这样搞，让他本来很沉沦的心，整个重新又奋发起来，然后重新又回来。然后这也有人解读是说，因为跟着马英九没什么好下场，好，所以因为让他周玉蔻让他这个跟马英九断开之后，他走出了自己新的路啊，也有人是这样解读的。我觉得至少现在罗志强看起来是一个有他自己的目标想法的人，嗯，他就往他自己的目标前进，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。嗯，那他现在去走这400公里呢？我觉得。这是他最近这一年一两年来一直以来的一种方式，就是用苦行啊，用长期的这样方式。不过我说真的，这真的很累啊，很累、啊。上次他那时候睡凯道的时候，因为我有去一个晚上，我就问他，你当初怎么会搞那么长啊？这种东西宣誓个一两天，就算你搞，他那时候搞49天、啊。我说你这样不是搞死自己？他说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搞得快死了。可是啊，人说出来我们就要做到，但是他就坚持下去了、啊，所以这一点我很佩服他。哎，你知道每天睡在那边很难受。超难过，啊、其实蛮难过的，因为其实很吵，而且我也去过一次、嗯，那天又很冷，是啊，又冷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就算是晚上，也是有车子这样，哎、欸，你是睡帐篷哎、欸，薄薄的车子这样，我跟你讲，你根本不用睡，地又是硬的，那个红砖地，你睡个屁呀、啊！是啊，所以他，我觉得他现在有他的目标，想法坚持。如果他真的有心想要去选高雄，我觉得很好，我真的觉得很好，因为。不要像坚哥讲说是飞蛾扑火，但坚哥可能是好意啦，觉得高雄真的很难选、啊、嗯，可是我想请教一下坚哥，现在国民党哪一个去不是飞蛾扑火？啊，对啊，谁去不是？是啦，谁去高雄去台南，大概都是飞蛾扑火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。谁去跟我讲，谁、嗯、去了就变成猛虎下山了，会赢的、嗯，没有半个嘛。所以他去有什么关系？当年韩国瑜还不是去，还不是没这样看衰。不要说是别人看衰，连我都认为你选不上。我是说真的、啊，我当初也是认为他选不上。一开始真的，啊、真的没有人认为他选得上。所以我真的觉得，如果他自己有心，就让他去尝试看看也没关系、嗯。但是我觉得他会走这400公里，我觉得他也是想要把很多事情想清楚。
你就让他把很多事情想清楚，让他把他自己该走的路做完。而且老实讲，就算他想去，国民党还未必会赢他。嗯，因为 我就老实说，因为我不是国民党啊，因为他跟党内关系又不是很好。对，他比较特立独行一点，对，比较像独行侠的感觉啦。那国民党有一种可能会提名他，就是什么，你知道？没人要的时候，就是寻当年韩国瑜模式。当年韩国瑜模式就是因为没有人敢去选高雄，那你这个傻瓜，你要去选太好，你就去吧，你就去吧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那只要高雄那边有人有意愿或干嘛，不过我看有意愿的人应该不多啦，应该不多。那罗志强如果有这个想法，其实我觉得去真的不是一件坏事，嗯，去磨练一下，因为反正他已经讲好了，他是议员不选了嘛，嗯，所以我觉得就去尝试看看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国民党现在要的就是这样，要敢冲敢为国民党立战功，就算输也不怕的人，这样子国民党才有希望。如果国民党还是留在以前，每一个都算计算计，一定要算到我一定会赢才要出手了，那国民党死定了，绝对完蛋。因为怎么算都不会赢啊。是啊，我现在算不出来有谁会赢啊，真的，怎么算谁算得出来有谁会赢？国民党现在不要说县市长这一些高雄、台南不会赢，现在连台中，我跟你讲都可能有危险。嗯，那桃园、基隆更不要讲，他们到现在人都搞不定了。所以我说真的，要往前冲才有机会。你如果每一个在那边算了，算到后来就算死自己。